在旺季效应的带动价量齐扬的情况之下，巨阳八月份的营收15.6亿元，月增5.8%，年增高达了35%。展望未来，巨阳表示，目前第三季的订单满载，第四季也将近有90%，所以乐观看好，不止第三季的营收可望优于第二季，整体下半年的营运表现也应该会比上半年还要好。